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像这样子，你看，右侧视图很简单，上视图、正视图也很简单。现在就是上视，一律记住，斜面上有线一定都是靠其他位置，去对出来，怎么样？所以这里是对上去嘛，这里是对上去，这边直接对上去，所以特别注意答案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同学看一下。